Haha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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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uay chỉ là chưa đặt phạt. Ha. Tiên hoa. Ha. Chỉ là chưa đặt phạt.小周老师，哎，穆书记，那边出村了。啊，哈，对，回家。哎哎，小周老师，哎，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像躲着我？啊，嗯，穆书记有事儿。有事儿也可以说是有事儿，要说没事儿呢，算不上个事儿。你说呗。有一句话：好汉做事好汉当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去看看和和。你说呢？还有一件事情，原本不想告诉你，但是还是告诉你了吧。那您说呗。和和怕是怀上了。看他的时候啊，哎，躺在床上，不吃不喝的，哎，你一来呢，脸上的乌云就散了，又是秧歌又是戏的，呵呵呵，呵呵呀，看上你了，来，干一杯。穆书记，我们家，哎呦，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嘛。我都已经安排了，你跟和和就在我们家成亲，那西窑就是你们的新房，我也没有儿子，你就是我的儿子了。不是穆书记，我爸我妈还不知道呢。
结婚这么大的事，我不能不跟我爸我妈商量一下。哎呦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婚姻自由嘛。更何况你跟和和的事情跟我商量了吗？我这不是也高高兴兴的吗？你们的事情我全包了，你们的父母肯定也一样会高高兴兴的嘛。来，干一杯。麦狗起来了，你今天不上课了？你看看你最近，还真的丢了魂了。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……你这两天怎么了？我就是说呀，喂，喂，信号不好，喂，喂。去啊！你个死万顺，你从哪儿弄着钱了？哦，哦，行行行，那我们马上过去吧。过去我就掐死你！啊！我爸电话。你爸说在靖边又开油井，让咱们赶快过去呢。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钱。我不去啊，我得上课。行，你别去了，我去看看去。我看他在那儿再胡闹，我把他拽回来，咱们一块儿回温州。我温州也不去了，这地方挺好的，我就在这儿待着了。你这孩子，你怎么也想起一出是一出啊？哦，对了，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没有，没事。那个，等你们回来，我再说。哦，那我赶快收拾行李去啊。你这个爸呀，整天这样瞎忙活。周总，哎，到陕北搞石油的老板，这些年我不知道欠了多少。像你这样不屈不挠的，认准了这条路，一门的走下去，算是头一个。就凭这，我也得亲自带队去靖边。谢谢，奎队长，有你在，我放一百个心。哎。怎么样，奎队长，这地方怎么样？看了勘测图，再实地查看一下子，这个地方应该没啥问题，应该能打出好景来。县城了，开工了，快点！好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哎，周总。你这正是啥劲儿？我在听油叫。听油叫？奎队长，啊，你别看油井是人钻出来的，但是油叫你肯定没听过吧？这油它是活的，不信你听听看。嗯。哎呀，我说周总啊，你真是个神人，搁这几百米的黄土，你还竟然能听到油的叫喊声，你是想要想疯了吧？真的，我告诉你，没准底下就是一条油河，说不定还是一条很大的油河。来，你也听听。来，给你要贴上，仔细听着。哎呀，
哎呀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哎呀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呀，下面又不断的叫喊着，周总，周总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啊，听到了。红包，谢谢老板。红包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谢谢谢谢老板。哎呀，这个刘院长你也请笑纳啊，上面的事儿都交给你了啊。周总，你这么心诚的，这口井一定能游览滚滚。托奎队长的福，谢谢谢谢。干活干活，快干活，哎，干活干活，上井了。靖边啊，靖边，我周万顺这一百来斤就交给你了。万顺，哎呦，银花你可来了，来来来，老婆，看看，我周万顺又开了一口新井。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，万顺？这回一定能出油。这话你说多少回了？这次不一样哎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个地方是由专家勘探队勘探出来的，我请的还是最好的打井队，你就当着听胜利的消息吧，樱花。好好，我这是最后一次谢你了啊。这就对了。哎，你怎么一个人来啊？我不是让你把麦狗一块带来吗？我这需要人呐，他得过来帮忙啊。他在学校呢，来不了了。在学校？在哪个学校？他又跑去上课了，他是去给人当老师了。当老师？啊，在哪儿当老师？就在大窑村学校啊。我当是当什么学校的老师？这不胡闹吗？你说我们家到陕北来是干什么来的？来弄石油的，不是当孩子头的。当孩子头怎么了？叫你当个试试，你当得了吗？我看着麦狗挺愿意的。他愿意，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？没说呀，说是上边给定，就是先给带带课。这不是白使唤人吗？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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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收了。爸，你咋来了？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麦狗，来来来，你到这儿了也没跟我说一声，小孩玩的还挺热闹啊。没来得及跟你说，刚下课，小孩们都撒着欢玩，所以就热闹。你待会儿啊，你到校长那边去办个手续，赶快跟我走。去哪儿？靖边呢？我在那儿忙得手忙脚乱的，你跟我过去的话就帮大忙了。爸，我不去靖边了，我离不开这儿。脚长在你身上又没长别人身上，你要走别人能说什么？跟我走。不是，我真的哪儿都不去了，我就在这儿当个老师挺好的。麦狗，你，我把你拉到陕北来不是让你到这儿来当个孩子头，我们家在开石油。当孩子头其实我觉得挺适合自己的。爸，你看啊，小的时候呢，你管我，我肯定得听你的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长大了，我该有自己给自己的事儿做决定的时候了。您不能说小的时候在我身上拴根线，现在还要在我身上拴根线，您走到哪儿就把我拽到哪儿，您不能这样。哎呀，我是谁啊？你我爸。对啊，我是你老子，你是我儿子，我在你身上拴根线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为你好啊，别说拴根线了，我恨不得拴根铁链啊。爸，如果你要是为我好，你就让我当这个老师。我从小就想当老师，那个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想报师范学校，是你为了让我挣钱，你不让我在学校读书了，我就辍了学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
人家穆书记还有杨校长好不容易给了我这个机会，信任我，让我当老师，我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我把这个学校干好了，然后我成为一个真正的老师呢？你在这个破山洼里头当个孩子头有什么出息？你说四眼他是个正儿八经的小学老师，人家都辞职不干了，你在这儿还是个代课老师，带哪一年去？爸，麻烦您别再干涉我的自由。干什么这是？啊，干什么？哎，麦狗，我上课去了吧。回去回去快点。同学们先自习啊，想想这两个字的区别。跟我回去啊。我在上课，你不能打扰我上课，你这样影响多不好啊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走，什么怕影响不好，你怕影响不好你就跟我走。说了我不走吗？你翅膀硬了是吧？我让你上课。哎，爸，爸，教什么？哎，上什么课？教什么呀？上什么课？上什么课？回去，跟我回去，你跟我回去啊！你跟我回去。爸，哎呀，好啊，你小子。爸，你，哎呀，我你有出息。爸，我让你不听我的，我打死你！打你，你小子！哎呀，我不敢打你。爸，你跟我回去，跟我回去。你回去，回去。啊，爸，我说了我不回去。出息了，哎，你敢打你老子了，你真出息了。我上课去了，我上课去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再注意啊，注意个这个可歌可泣的泣，再注意一下这个可歌可泣的泣。万顺，他不去。我就知道他不会去。他去我攥紧，他不去我也攥紧。万顺，你再住一晚上，跟儿子好好商量商量吧。啊，你不能赌着气走啊。每天都跟羊在一起，羊有啥好的？羊好，
娘自己什么都不想，一天到晚飘在黄土地上，无忧无虑的多好啊。麦狗，你笑一下呗，你笑起来可好看。笑一下，笑一下，哎，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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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笑比哭还难看，哪有人这么笑的呀？周老板在家吗？穆书记，哎，在在在，来来来，进来。哎呦，嫂子！哎呦，穆书记，你可是大稀客呀！不是，听说周老板回来了，我专门过来看看。穆书记，你这太客气了，快快快坐，来来来，快坐。我们到这儿来这么久了，穆书记没少关心呢。啊，那是应该的，应该的啊。您是领导，您村里这么多人。也没见你一家一家都送饲养礼去。哎呦，周老板到底是大地方来的人，有见识。我不可能提着饲养礼挨家挨户去拜嘛，咱们是亲戚啊。亲什么？亲戚。您这话说的，这听起来太新鲜了。你几辈子都住在陕北，我几辈子住在温州，你别说八竿子、十竿子、一百竿子也搭不上啊。您说的一点没错，我是住在陕北，您是住在温州。可是有一句老话说啊，千里姻缘一线牵，风不到雨不来，春不到花不开。两个孩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这个，麦克他妈！哎，你说什么？这是啊，我是说我为什么到你们家来送这四两礼呢？我呀是专门上你们老周家来报喜的。告诉你吧，用不了几个月呀，你就要当爷爷了，你就当奶奶了。我呢，就是老爷。嗯，哼哼，嗯，你讹我，你想讹我？哎呦，我是谁？我穆百富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讹你，我党员，我干部，我说出来的话都是钉子，钉子，钉子。不信，你可以问问你儿子去。对，这事要问他，当然该问他。等他回来，我好好问问他。哎哎。啊。我明白了，穆书记，你说话太拐弯了，是因为你们家想跟我们家那个什么，所以你就给麦狗下套了，就是这样。哎呦，周大老板，你怎么净把那好事往歪处去想呢？反正你就是想讹我们了，你就是下套了。姓周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你们温州，这是我的地盘，放明白点。把你东西拿走，我不要你送的东西，我不要可以了吧？要他的东西干什么？这兔崽子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干了这事儿。要是他真的在穆百富家，我非砸断他的狗腿不可。这大晚上的，你瞎胡闹什么呀？他说了你就信呐？
麦狗将来还要做大生意呢，给他们家去做上门女婿，他做梦去吧。你还跟他说这个呢，我都没跟他说呢，他不知道。可他半句话他都听不进去。哎，都什么时代了，他还干涉儿子的婚事。哎，你大爷是个走南闯北的人，连我都想不通。你大爷正在火头上，你得避他点儿。这儿啊，你也别住了，收拾收拾，跟我上家住吧。反正你已经是我的女婿了。咱们再把这首诗复习一下啊，老师先背一遍：静夜思李白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。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来，大家一块儿念一遍《静夜思》，预备，起。儿子，你还想躲啊？你说你今天往哪儿躲啊？躲起来有用吗？我问你，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生米煮成熟饭啊？有没有让何可怀孕？你别给我装傻不说话，你今天给我说清楚，是不是姓穆的那家人讹上你了？你给我说清楚。说不清楚。那也行，那我们回家去，我们不理他们。我不回去。你回不回去？你回不回？你干嘛呀你？你要打我？啊？你以为我不敢打？你打吧，你把我腿砸折了，我就彻底不回去。你打吧。我让你回家。我让你回家，让你回家，让你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你这孩子，我把话先给你说明白啊。今天你老子只要有一口气在，我就不准你去做那姓穆的女婿。有席了啊！来，谢谢。穆主席，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？后天嫁女子来，过来喝酒啊。行，没问题。那女婿是哪儿的？温州的。你可真有福，温州的人都大老板，有钱。啥大老板、小老板的，人家看上咱女子了，啊，还愿意找他门女。好，恭喜你啊！来，水果。啥呀？啊，慢点啊！行了，几辈子歇着。好，歇着。我给我发车。走，发车。走，来走。你回去歇着去吧，你沉着怎么办？大大，你说周万顺明天不会来捣乱吧？他早就被吓跑喽，还捣什么乱？这又不是他们温州，他
要是敢整出什么事儿来，我让他四条腿爬着滚出去。
狗回来了吗？卖狗？啊，不是在你那屋吗？他昨天晚上是在我那屋，后来被一个学生叫走了，说杨校长找他有事儿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没回来？啊，怕是跟杨校长说话说得太晚，就住那儿了吧？不可能啊，他走的时候我还跟他说了呢，不管再晚也应该回家呀。哎呀，他达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哎呀，出什么事儿？找姚校长一问不就知道了？啊？杨校长，麦狗呢？他没来上班啊，已经给他放婚假了。没来？昨天晚上不是你让一个学生去喊他的吗？昨天晚上？没有啊。你们马上就要成亲了，就是有事儿，我也不能再麻烦他了。你说有一个学生去喊他，你知道那学生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就听见一个小孩在外面喊他，我没出去看。那这事就奇怪了。哎，何何，何何，找着卖狗了吗？啊，卖狗没回来呀？没有啊。姚校长说他已经给卖狗放假了，还说他也没让学生去找他，怎么回事啊？没让学生去找？没，那谁让他去找去了？这……哎呀，哭哭哭哭，哭就能把他哭回来？别发脾气了，你赶快想想办法吧。我琢磨这事儿是周万顺干的。能是他？八成。哎呀，那不同意就不同意呗，那不能把一个大活人给拉走啊。如果真是他干的这事儿，别让我查出来，查出来我就报警。麦狗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做老爸的对你太狠心了？你别逼我了。麦狗，我们这一家子当年砸锅卖铁从山里头出来，我们为的是什么？我们就是为了要活出个人样来。可是我万没有想到，我们出来闯世界，闯着闯着，你反倒闯到人家窑洞里头去了。饶了我吧！啊？你饶了我吧！我怎么饶？麦狗，我饶你在窑洞里头跟老婆孩子热炕头过一辈子？我愿意。好，你愿意，啊？有钱难买愿意。我再问你。你跟老穆家那和和真的有事？真有，是。你看着我，你眼睛看着我，你看着我眼睛，你再说一次有没有？是。你说谎。我没说谎。你没说谎，你眼珠子告诉我你在说谎。信不信由你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我看不出你在那小把戏。信不信由你。我不信。就算你跟和和有事，就那么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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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那么巧吗？卖狗啊，你要我怎么说你呀？我能把老祖屋都卖了出来，到温州，到陕北，你还到了东北，我们这是为什么？可是你在半道上你当了逃兵了，你就问对得起对不起你自己？你不要把我当小孩了。儿子，我不能让你这样把你自己给毁了，你听明白了？你遭了这么多罪，你都扛过来了，你现在只要再扛过这一次，我们全家都过来了吗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，
就想一个人过过安安稳稳的日子。安安稳稳的日子叫什么日子？安安稳稳的日子能把一个好好的大活人给过死喽？说一千道一万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回去了，你就想让我留在这儿，跟你挖井，跟你采油，对吧？行，我不回去了，我留在这儿，我跟你挖井，我跟你采油，你满意了吗？麦狗，麦狗。你说麦狗这孩子他能到哪儿去呢？这啊，呵呵，呵呵，来别哭了，来吃点饭啊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小子，臭小子，你要干什么？臭小子，你想发财你想疯了？你让我过你那样的日子，我过不了，我累了，我受不了你了。Comme on vit grand